下一副生命，其实只为你换上一身素衣，只因为你中意。我想我已确定我的心，一花一笔一朝夕，我是如此相信。我用我的手心感受你的手心，像一个美好的故事未完待续。这都几天了，黄甫兄整天浑浑噩噩，这精神状态。智者不入爱河。那你要答应我，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就算再怎么争吵也好，你可以生我气，但是不能不听我说话，不能不听我解释。好，来哥。我与昭昭情深意切，早已约定好，过了三日，我便娶她过门。事实还希望皇府少主给分薄面，来喝杯喜酒。昭昭，是真的吗？洛白先生，他儒雅纯善，待人温厚，他是我们的良人。你找我来做什么？囡囡，马上我们就要成婚了，你为什么最近一直躲着我？我可是你的小雨哥哥。你根本就不是小雨哥哥。如果傅寒姐姐知道你这个样子，她也不会开心的。你再说一遍！你现在被傅哲蒙蔽了双眼，傅寒姐姐她……闭嘴！我告诉你，皇甫家一定要为姐姐的死付出代价，听明白吗？啊！囡囡，你没事吧？我是小雨哥哥，囡囡，囡囡，别碰我！你不是小雨哥哥。囡囡，对不起。小雨哥哥，你现在真的快乐？我的身体，我就算是死，也不会让你伤害囡囡的。我真为你感到可耻，竟然因为一个女人不要命。既然如此，那看来是留不住你。
黄甫兄，这间就是昭昭先前在我这儿租的厢房，租期长达53天。53天？嗯，是。昭昭也是从这里被智慧把二当家带走的。这一切都太过蹊跷了。少主，我有要事禀告。黄甫一失去爱人的滋味不好受啊，我要你看着黄甫家族一点一点的彻底败落。品貌非凡，精彩风韵，义薄云天，玉树临风的黄甫兄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黄甫一，黄甫一，这怎么可能？我不相信，黄甫一。自从那天你走后，黄甫兄就茶饭不思，还吐了几次血，没意思，真是太令我失望了。人相爱，却要离。